刚一下午就被开除。我是司机又不是保姆，难不成我还给他们擦车拎包倒水啊？谁不是从倒水拎包开始的呢？拍马屁的事我干不了。我们公司60%以上的员工都是研究生学历，你觉得和他们相比你有什么优势吗？我比他们年轻啊，他们读了太多书都变成老古板了。以前干过销售吗？干过。销售的五金定律是什么呀？你们这还卖五金啊？我们公司要求员工必须穿有领的衣服和商务皮鞋，你觉得你适合我们公司吗？一个人的能力和他穿什么衣服有关系吗？烘干机，给你3分钟时间，你把这个产品推销给我。3分钟烘干出门，你给我出去。都有什么好吃的了？你回来啦！吉祥饼不会是牛排吧？啊，我还想要给你个惊喜呢！我今天去超市了，这牛排好便宜啊，才50块钱。50块钱？嗯。全部啊？一块。咱家楼底下不是有个菜市场吗？牛肉才20块钱一斤，你要喜欢吃，我天天给你去吧。那不一样，这可是澳洲进口的小牛排。什么？这可是澳洲进口的小牛排。哎，亮哥，哎，来，站起站起，齐刷刷的哈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这位练哥，让他教教你们。哎，练哥，怎么，现在连你也收徒弟了？哎呀，我姐又发疯了，这2天又不给我钱，只能靠收徒弟赚点零花钱了。哎，练哥，我还觉得你还是你来当师傅吧，这一下就会啊，有前途。得了吧，我觉得我现在做师爷感觉还不错。师爷。你今天去超市就买这个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还买了好多东西呢。看，萝卜、淡奶油、奶酪、研磨器。嗯，这是干嘛用的？你不是经常要来我这吃饭吗？这些都是做意大利面的呀，可拿手了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极了。快吃吧。嗯。300块钱啊！嗯，好辣，好热啊！你说这是什么牛排来着？澳洲进口的小牛排呀，快吃吧！怎么那么辣？这是黑胡椒的，当然辣了。真的好黑啊！亮哥，咱不着急，你看这阳光，好照，一会儿肯定有大买卖啊！不着急。哎，亮哥，来人了！哟，教练，教什么练啊？啥都会，拳击啥都是会。我一躺下就被打成猪头吗？
游泳你还敢打人呢你？大哥，加油！等一下，老爸，老爸，快走！你等着。那个，没事儿，就当打个广告，以为会有更多人来的。那个，好多人呢。什么好多人？他们来好多人。快跑吧！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哥，就他。你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怎么？那就练练。这么多人欺负一个，不太合适吧？有没有他的心？不认识。没联系，滚。那就一起玩玩吧。你的女孩追怎么样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女中豪杰啊，她确实挺特别的。把那张照让我看一下。没问题，好啊。金太亮亮见了，咱们走。谢了，不客气。郭艾伦、黄烈，幸会。不错不错，刷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路过。那你看见我们打架不上来帮忙？我插不进去手啊。你们打的那么有雅兴。介绍一下，黄烈，这是我好朋友史一郎。你好，刚看他打架了。帅，我拜你为师吧。我随便玩玩，别谦虚了。啊！人呢？亮哥，人呢？刚才打架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去找武器去了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我拜你为师。拜师？啊，这是啊，哎呦，我是亮哥的金牌经纪人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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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说到那个拜师的事儿，这得收费的。哦，收费，收费，好好说多少钱吧？你说。哎呀，大客户，亮哥。钱这事好说，咱们到旁边聊套餐去啊。等等，有一号套餐，二号套餐，就是住在这儿。对啊，我女朋友是这儿。哦。哎，有空以后一起打拳啊。好，打电话了，回头到时候叫我女朋友一块吃饭了。好，拜拜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他会呼吸，尽管他们看起来一样，但其实每一滴都在努力地向你表达他们的感情。那天还真欢喜了。你有故事吗？说说呗。说吧，再不说我就把你喝掉。
我的笔记。我刚不小心睡着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告诉我这个哪儿有卖的，我给你买一本就不就行了。这是我写了3年的笔记，这世界上就这么一本。你那么大声干嘛？你那天不刚跟我说你是一天完成的吗？我是那天完成的，我写了3年，我那天完成了，我不是一天完成的。我刚做梦还梦着了你呢，梦着吸血鬼，梦着你变成骑士来救我，开心吗？这个笔记就真的那么枯燥吗？哎，我对不起你，行了吧？我还没看完呢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，骑士先生。酒我喝过，内容想不起来了，喝下去大概的感觉是这样。这瓶就不错了，喝下去挺美的，有一股草莓的味道，喝下去是这样。那个说个事儿哈，咱们先把这个月的学费给交了，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啊，好。教练好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啊，教练，谢谢。说那个教练再见，教练再见。哎，一心，我开车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今天我男朋友来接我了。啊，好吧，走吧，拜拜。外轮你送我呗，咱俩刚好顺道。可以啊。哎，哪个是一心男朋友啊？哦，就那个。送我回家吧。好。你看，这是我今天买的小包，好看吗？谢谢。哎，我们不回去吗？今天啊，带你去吃大餐。你抢银行了？对啊，还不快点，他们一会儿快来抓我们了。哎呀，慢点慢点。我找到了一个来钱快的活，你要喜欢吃牛排啊，我以后天天带你吃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。潘老师，有事吗？您知道礼尚往来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说。就是我送你个礼物，你回请我吃一顿饭。我有事儿。那就后天。后天我也有。那就大后天，大后天，大后天，总有一天没事吧？
谢谢你。除了课堂以上，咱们俩还是保持一些距离呀。嗯，下节课见。哎，我怎么就这么讨厌别人摸我头发呢？你的头发真的很扎手，跟你的性格一模一样。我就这样。我真想知道你的男朋友是谁，他一定很受罪吧？哎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所以先把礼物也带走。无功不受禄。陆山，陆山，起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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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6:30，那可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不是一直想做 offer 女主人吗？现在就酒庄你这样，真的不行，咱们得发展，得找专家。上哪儿找那么多专家去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！潘老师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喂，潘老师，您今天下午有时间吗？我找您谈正事儿。今天潘老师能来，真是太好了。陆山，你们这个葡萄园有多大呀？您是专家吧？干什么呢你？你怎么从这儿？陈家呀，陈家，我们太需要你了。人家贵姓啊？我姓潘。潘专家，太好了！你看看，看看我们这葡萄园多棒啊，多大的一片地方，太需要你了，来的太及时了。哎呀，你今天能不能别来捣乱呀？我们这儿谈正事儿呢。我哪里捣乱？我也正事儿啊，陈家，我们这多棒啊！其实啊，我比他强。我觉得吧，那个今年的阳光特别足，而且有没有降雨？应该很适合娘姐的，要不我们去那边看看？好，看看看看，走吧，看看看。潘老师，你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能种出这样的葡萄？真是挺不容易，都是他的功劳，他的功劳。不，潘老师，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酒窖管理员，他是我们这儿唯一的一个专家。哎，他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好了，哎，我们到前面再看看。那走啊，您请。还能看吗？谢谢你。没事儿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感谢我，这总算我帮了你个忙吧。如果你非得这么说的话，好，那你也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了。哎，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？我哪儿也没去。我还找你来着呢。哎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啊，今天咱们酒庄来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范儿的一个男的，你看见没？没有。好吧，好吧，言归正传，我想让你帮我选两瓶酒，我送人。你要送给什么人？我喜欢的人。不会是那个红酒专家吧？哎呀，是谁你别管，反正你就帮我选酒就好了。我也帮过你忙，你这次就当帮帮我，咱俩互惠互利，互相帮忙，多好呀！你怎么了？到底行不行啊？女爵宝啊，恭喜你哦，蛋壳。
什么意思？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壁上女爵宝园的女庄主，美貌如花，风姿绰约，但是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，一个人经营着酒庄。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她就会赤着脚漫步在葡萄藤中，和他们说话。有一天啊，隔壁拉图庄的老板白梦男爵无意间发现了她的身影，还以为自己看见了女神呢。就像所有王子和公主的故事一样，他们俩呀也很快地坠入了爱河。百梦男爵还为他心中的女神建造了城堡呢。然后呢？哎呀，笨呐！同时送出这两瓶酒呢，就寓意着爱情，有人爱上你了。那天太棒了。什么？那天跟你表白了？他向我表白？别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像那天这样的好男人。送你的。不错吧？这个不适合我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适合呢？我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。那请问您今年高寿啊，潘老先生？38。我看你像83的，心态能不能活年轻点？说老实话。嗯。这酒是你选的吗？这瓶酒是某个男孩子为了追求你送给你的，他不适合我。您再重复一遍呗。我是说，他是有意送给你的。你就是这样帮我忙的是吧？啊？出什么事了？你选这瓶酒根本就不对。那你要我怎么选？我要向我喜欢的人表白，你弄两瓶酒送给我干嘛？这两瓶酒就是我要送你的酒啊。你什么意思？酒是有感情的，我不管你要把它们送给谁，但是要我帮你选酒，我只选这两瓶。诚心是吧？啊？酒送给我的是吧？现在我命令你陪我把酒喝完。
我们的大厨第四个鸡蛋牺牲了。喝，快！我找到肉了，不吃了，吃一块。你也吃啊！来，我帮你开个可乐吧。好啊！干杯！干杯！再吃一块。可是我实在吃不下。我也吃不下了。可是剩下这些该怎么办啊？冰箱坏了，什么都放不了了，只能倒了。不能啊！我有办法。人工冰箱坏了，但是咱们有天然冰箱，这样明天就可以继续吃了。嗯，你再吃一块吧。干杯！干杯！快吃啊！再不吃。明天还真是坏，可是好像已经坏了。不可能，要是坏了，我第一个就能看得出来。新冰箱，新的，买新的吃。没关系啊，不着急，我们可以出去吃。出去不会更贵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赶紧洗个脸，准备上课。去。最近减肥减多了，所以补补。那，你以后带你自己的就行了，不用帮我带这些不属于我自己风格的东西。符合你性格的食物，那是不是都是那些黑乎乎、咬都咬不动的？哎，雨欣，你那是什么呀？家里冰箱坏了，东西都吃不完。我就看不了你这可怜这样，要我说，别跟你爸太太较真儿，对你没好处。也没有什么可怜的，就是搬出来住之后才发现生活中原来有那么多事情。我每天回到家什么都没干，就到一两点了，连画画时间都没有。你非把你自己弄得这么苦，要我说，你就跟你爸松松口，不就什么都有了？对啊，毕竟他是你亲爸。
给。小轩，你不是一直说没人喜欢你吗？你看这不就来了吗？开心点啊。可是我不明白这写的是什么。啊，快吃吧。不吃。你离开家，就是到这种地方。这种地方，你怎么活呀？叔叔，这个地方，现在才是一心的家。你看，我们其实什么都有。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，我跟一心平时就坐这儿，要是再来朋友的话，可以把它抽出来坐那儿，坐这儿都可以。这是一心画画的地方，白天他画画的时候，阳光就会洒进来。还有这儿，这是他平时放衣服的地方。挤挤更健康嘛。平时喝什么牌子的水吗？我不知道他平时喝什么牌子的水，我只知道他现在喝这个水很开心。待在我身边，好，很好。咱们家的酒店公寓，你想住哪儿住哪儿，我马上就给打个电话安排一下。您安排的不是房子，那是监狱。别跟我这么说话。我给了他从小到大所有的一切，你给他什么了？我给他的东西不多。但至少有一样东西，是你永远给不了的。自由。我给了你那么多，充满希望的未来，而你偏要往这个小笼子里面插，这叫自由，这叫作茧自缚。是自由。
我有权利选择跟我爱的人在一起，这就是自由。你不肯给我的自由。好，你觉得你自己找到你的爱情了？难怪我劝不住你，看来你已经打定主意要在这种生活里扛下去了。那你就试试看，我相信你可能能扛上个几个星期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。但总有一天，你不再年轻了，你不再漂亮了，为了过日子那十几块钱斤斤计较的时候，你还能扛得住吗？当你回想这一切，发现你其实本来的人生不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还能扛得下去吗？只要有我在，我们一定扛。自己看看，迟到三次，旷工五次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不想干可以滚蛋。早就不想干。走吧。给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第一次来。以前都没见过你，刚才怎么了？没事，本来想提前预点工资的，老板太抠了，我不干了。你不是教打拳的吗？那就一朋友瞎起哄，如果真拿那个当饭碗的话，别说养女朋友了，估计连我自己都得喝西北风。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就告诉我，别跟我客气啊。我跟你客气什么？不说这个。前两天让你去追那女孩怎么样？她眼里只有她男朋友，根本就不给别人机会。我觉得呀，我还是放弃算了。别啊，那女孩应该挺不错的，不过跟我女朋友比吧，应该差点。别说我了，你要是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就告诉我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听见没？这是我自个儿家的事儿，就是烦呢。你朋友冰箱坏了吧？也没钱给他换个新的。你干嘛？请你把东西买了。都说了不用。算借你的，等你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得还我。你就不怕我带钱跑了呀？你敢带钱跑，你就不怕我把你女朋友？不，哥们，谢了。